就不用看星星，看大叔的眼睛就可以了。我看什么眼睛啊？看大叔，你放开我！看什么星星？看什么看？啊！哎呦，大叔，你真的长得好帅啊，又很有风度。我遇到你之后都不用看星星了，看星星做什么？看大叔的眼睛就够了。看星星做什么？看大叔的眼睛就够。你干什么，星星？不是，大叔，哎呀，电视上说不用看星星，看大叔的眼睛就可以了。我这什么眼睛啊？看大叔，你放开我！看什么星星？看什么看？啊！哎呀，我天哪！你看什么呀？不是看星星，他说的。哎呀，他说的，电视里面的说的。他说自从认识你之后，就再也没有看过星星。他说的。哎呀，人家那是说爱你的意思，笨死。嗯。哎呀。没看过星星，怎么就变成爱你的意思？那星星不就在眼睛里吗？笨！大叔的眼睛。哎，对对对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爱你的人。对对对，在小高眼睛里呢。你仔细看看。看我干什么？哎哎哎哎！仔细看看清楚点啊！高中坏眼睛，没有星星啊。你仔细看看。只有我呀，两个我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我看看。啊，没有星星，哪有星星啊？啊！行了行了，别看了。哎，我们玩个游戏就知道了。好了，听好了啊！第一个问题，现在心里住着人的，住着。曾经心里住过人的，住着。没有啊。哎呀。我换一个问法啊，听好啊，曾经表白过的，折纸。还没有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暗恋过人的，折纸。大叔，我知道了，你也在骗人。你不是说这个游戏就能知道我爱谁了吗？我根本就没骗你。那我问你，在刚才问问题的这过程当中，你想起过谁没有？想谁啊？我怎么知道你想谁？比如说，我给你提示提示，比如说你想起了某个人，或者想起了一双眼睛，或者说的一句什么话，你想想。你这么半天什么也没想起来，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不但原来没爱过。你现在也没爱过，你看我干嘛？大叔，你继续问，我不会输的。兄弟，你不会有问题吧？怎么连暗恋都没有过呀？哎，我总有这种人的嘛。哎，我呢？好，继续问，继续问，听好了啊！曾经为自己爱过的人痛哭过的，这这。还没有啊！哎呦，没法玩了。结过婚的哲哲，星月，你结过婚？大叔，您就没结过婚吗？不是，星月，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呢？你那男的是谁啊？那现在离了没有啊？大叔，这么多年您没结过婚，我不相信。不是，你都结过婚，什么是爱你都不知道？大叔，您都为最爱的人痛哭流涕过了，您没结过婚吗？你们俩好歹都闭嘴！你都别动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星月，你不能说我们结过婚。又让我撒谎。那天晚上我不是走了吗？我们没看星星不算输的。今天就看。好。文叔，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养老院来电话问我呀，还续不续费了？那您怎么想的？我这想想还是续上吧。你老在你这儿住着也不合适，续上也算我占个地方嘛。我跟你说，您要是有什么经济上的困难，您得告诉我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没有没有啊。谁啊？
来，谁去看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也不来找我，我就来找你了呗。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？老头子在里面呢，我们出去说。你慌什么？他又不认识我。刚才换谁啊？秦月，大叔，我出去一趟啊。哦哦。是个女的。小高说，她为爱过的人痛哭过，会不会就是这个？嗯，不知道。哎，你真结过婚啊？那个男人说我们不算结婚，因为他在结婚的那天晚上跑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过去就让他过去，还有更好的男人在前面等着你。在哪？嗯，小高就不错呀。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爱呀。笨死！你教教我呗，你那么懂爱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郑文泉那边怎么样了？你不是都知道吗？你还真以为我有通天的本领啊？计划本来就是三步，第一步。让他躲进我家，但他不会完全信任我，还是会回疗养院。第二步，让他完全死了回疗养院这条心，除了我家之外别无去处。现在我执行到了第二步而已，第三步嘛，就是让他明白箱子放在疗养院也不安全，必须随身携带。我马上就执行到第三步了，等箱子顺利到了我家，我们的计划就要结束了。那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随之结束了？那要看分赃均不均了。走了，高振赫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你家吗？那么多人给我过生日。我最希望见到的人就是你。你在咖啡里面下药了？听我把话说完。这些话我只说一次，就当是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了。我知道外面有很多关于我的传言，说我背后有男人。对，是有。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关系，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把刀。高振赫，其实我们很像，穷过、苦过、受过欺负，所以我们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爱。只要我们联手，曾经威胁到你的那把刀，也会成为帮助你的利器。小时候我读小王子，总喜欢问我妈，玫瑰花为什么总是那么娇柔造作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我从来不送女孩子玫瑰花。